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龄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Jumia 是一个在非洲具有高人气的电商平台。尽管非洲是一个拥有近十亿人口的大陆，但人们对于非洲市场的描绘和规划似乎还不够多。根据预测，非洲电商收入在2018年只有2000万美元，甚至到2022年其增长率将达到11%，也仅接近3200万美元。从这些数据来看，非洲电商市场并不大。 Jumia 平台流行于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埃及、加纳、科特迪瓦、肯尼亚、摩洛哥、卢旺达、塞内加尔、坦桑尼亚、突尼斯和乌干达等国家。据 Jumia 称，他们在这些国家共有1.62亿注册和活跃会员。Jumia 联合首席执行官 Seth Koignanek 和 Jer Omiholdar 表示，我们在2017年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技术创新和提供商品及服务的相关性提高的推动下，业务有了显著的增长。这一增长显示出我们的核心业务和市场的强劲势头，以及非洲消费者越来越多的使用在线服务。我们在进一步发展物流平台和支付平台的战略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我们的消费者将继续受益于越来越多的优质服务、高质量的产品、改善的顾客体验以及享受网购的巨大便利。 Jumia 卖家应支付的费用在 2.5% 至 20% 不等，这主要取决于他们所销售的类别和是否属于垂直型卖家。家用电器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行业，因此 Jumia 从中吸引了更多的销售佣金。而关于 Jumia 的销售和物流，你所需要了解的几乎所有知识都可以在 YouTube 频道 Jumia University 中了解到。